好，深圳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浙江来看我们的戏曲越剧。你去打招呼，握手握到手了，再来一张男的 OK 红心拍了你的吧，对，嗯，看一下下次让我回去慢点啊，这是音乐剧的这个李顿导演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对对对，这一场你们好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，对对对，一会儿在现场，这是陈立军，对对对，慢点，小心2024文化全国建设高峰论坛，女士周亚丽女士、陈立军女士，还有常宏基先生到主席台就坐，请王勇院长您来主持。再次谢谢我们尊敬的主持人韩俊局长。